Thank you.
开会时间已到，请主席宣布开会。上午会议现在开始。今天上午的议程由县府民政处文化局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请民政处上台工作报告。民政处哈工作报告，但工作报告之前呢，我们先来介绍呢本处的那个同仁哈，第一位来跟各位议员主席介绍呢这一个肖明甲肖副处长，民政处专员钟威庭，自治行政科的科长徐彩瑶，宗教礼俗科科长曾浩峰，兵役行政科科长张振生，建议案处理科科长夏春明，花莲市事务所的主任吴俊毅，吉安护所主任李威，新城护所主任刘碧仁，还有寿丰护所主任张建俊，凤林护所主任房运正，光复乡副所主任杨瑞英，瑞穗主任吴敏贤，丰滨主任黄思耀，秀林副所主任邱前焕，万隆乡副所主任王美美，还有卓溪乡副所主任彭丽荣。好，以上民政处工作报告。那不好意思哈，我们的这一个户政科的科长罗玉香，还有是公共造产科我们的科长徐国成，抱歉。好，那我们大会主持人张俊张副议长，还有各位呢议员先进，大家早安。民政处工作报告哈，我们这一次的工作报告是从105年4月1号到8月31号的内容。那我们分我们六个科来跟大家来报告做说明。那在自治行政科方面呢，在这一段期间，我们在定期大会、临时大会的相关的资料都按规定呢送达本会哈。那另外呢，我们也有积极来举办这个基层座谈的相关的座谈会，那将会议的内容也转送呢本府的这个各个单位来合办。那另外在法律执行方面呢，我们105年呢也聘请了15位律师来做帮法律做帮民众做法律执行的这个顾问。那这段期间一共服务了261件。那在这个自治交流的部分呢，这一段期间呢，乡镇市长总共呢出国了13件啊。那在关于这个村里业务啊，补助各乡镇公所的业务呢，我们105年呢编列的每一个村里呢，148000的这个相关的这个必要的支出。另外呢，在补助呢我们各乡镇的基层工作建设上呢，我们总共呢有15案，那总共呢有目前是2226万余元。那今年呢，内政部啊也补助了我们这一个4个活动中心还有相关的修缮，一共呢补助了1116万余元。
那这一段期间呢，关于这个村里林长的辅助业务方面呢，我们一共呢，核发了25万余元，那我们上余1387万余元啊、哦。那么在灾害防救的这个业务方面呢，尼伯特台风，我们每次的台风啊，哈，我们都有派这个人员进驻这个灾害中心。那这一次尼伯特，我们一共疏散了这个3304人啊、哦。那另外返乡专车，我们今年扩大办理的7个连续的假日。那这一段期间，清明跟端午呢，我们也是有这个办理返乡专车啊、哦。那么这一次我们有收费半价了哈、哦，就是全票是200块啊、哦。那清明跟端午总共有4个列车啊、哦。在宗教礼俗科方面呢，在这里呢，我们得持续呢补助各个公庙各个宗教哈，基督教、天主教哈，办理一些相关活动。那么在清明节，我们也有13乡镇的户所，还有50个据点做相关的发放相关鲜花工作手套的这一些业务啊。那另外呢，在5月22、23，我们的集团结婚呢，在这一次呢，一共有61对的新人来参加。那在募赠业务方面呢，在这段期间，我们也补助了花莲市、吉安乡，还有寿丰、光复的一些相关的公墓设备的工程啊。在议员建议案部分呢，在这一段期间，我们议员建议案呢，一共有657件，总共呢，建议的总金额呢是9695万余元。那么到目前呢、啊，哈，不是到目前，到这一个8月31号，我们核销了这个352件，啊，4838万元啊。那么当然呢，我们都希望呢，各个这个受补助单位呢，可以赶快把这个工程做好，所以我们持续的每个月都有定期的来这一个来催办啊，追踪。那对于议员的相关其他的建议哈，那我们也转交前责单位呢啊，依照相关规定来办理。那么今年比较重大的转变呢，就是我们审计法哈36条修正跟44条删除以后呢，从105年开始，今年开始，我们这个补助计划哈经费的这个。这个报表还有经费的相关的明细表的核销作业，我们原始凭证呢是留在呢相关的补助受补助的机关，所以今年啊，我们就跟主计处还有教育处啊相关的局处，我们也组了小组哈、啊，到各个受补助单位呢来做督导啊。那另外呢，在104年我们议员建议案所提供的这个保留案呢、啊、哈、啊，到目前为止已全部核销完毕哈，去年的哈，去年的。那关于呢本县呢这个各级民意代表哈，还有地方士绅的建议呢，总共有28件，那总共核建议的金额1091万啊，那么已经报我们府本府核销的一共有16件，568万余元，那。相同的，我们也是按照呢规定啊，用电话或用公文的方式呢，不断的在这个追踪跟请他们催送核销这个作业啊。那么104年啊，这一部分的保留款哈、啊，到目前哈、啊、也完全那个我们的资料上是到8月31，到目前也已经完全呢办理核销完毕啊。那当然，在这部分呢，议员其他的这个相关建设的提案，我们也本于全责呢，哈，送给各处哈来执行啊，来执行。那另外呢，在这个公共造产哈的部分呢，我们办理的这一个土石采取的公共造产呢，那在我们寿丰西哈那截至呢105年8月底呢，我们一共呢。出料了177万余公吨哈、哦，那105年我们利物西的工程呢，105年8月20开工哈、哦，
那我们九月下旬啊就出料了，我们预计呢，暂时预计要这个输菌呢60万公吨。关于呢，我们公共造产基金呢，的这一个预算哈、啊，我们106年的预算哈、啊，收入是编了1,8731万余元，那支出呢是编列的1,8701万余元。那在这一点呢，跟去年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砂石的税收哈、啊，一吨涨到这一个50块哈、啊，所以我们支出变多了，但这50块还是入到现库了哈。那另外呢，我们公共造产基金105年哈、啊，截至7月底为止呢，累计收入呢是1,7952万余元啊，那支出是1,393万余元，所以我们还有剩余数呢7,558万。那么我们也缴了这一个土石啊，采取景观特别维护税呢，5,919万余元啊。那另外关于这一个各个乡镇市公所的公共造产，我们也积极呢去协助啊。那所以我们在2014年，我们公共造产部分呢也获得了奖项哈。好，那我们第五项呢，户政的业务啊，那这一段期间呢，这个外籍人士申请准规划的案件一共19件啊。那内政部在这一段期间啊，核发我国国籍的许可一共16件。那我们的规费呢哈。总共呢收了新台币512万元。那国民身份证啊出领的有1,307张啊、哦、那补发的有3,715张。那换领的有14,247张啊、哦、那总计呢核发19,269张啊、哦。那我们取得原住民回复原住民身份的一共有467人哈、哦，那关于核发自然人凭证哈、哦，到8月31号为止呢，总共呢累计核发自然凭证呢67,257张哈、哦。那对于新住民的生活适应的辅导，但新住民适应辅导的单位蛮多的哈、哦。那我们这一个户政科最主要呢在今年度。这个开的3班啊、哦，那么分别于寿丰、凤林、光复开班，那也这一个有考照班，那甚至于也感谢监理站啊、哦，把这个考照的相关设备啊、哦，这个机车考照班哈、哦、搬到这个光复哈、哦，我们在那边进行考照在当地。那另外呢，我们在105年呢也持续办理呢道府这一个关怀的访视啊。哦，那么协助这些尚未规划的新住民呢提供一些协助啊。那另外呢，我们户政呢各个户政事务所啊，我们为了这个便民服务啊，那我们在中午的时段啊，12点到1点半我们也实施弹性的上班啊，那服务不打烊。那假日的时候呢，我们也轮派一些我们的员工，如果呢大家预约结婚登记，我们也可以受理。那花莲市呢更在每周六9点到11点的延长这个服务时间哈，来办理各项的户政登记。我们每年呢大概在3、4月的时候，我们都会派我们的户政的同仁到这一个所辖的这一个国中来办理呢处理国民身份证的服务。那对于真的确实无法外出或者行动不方便的朋友呢，我们也会进行到府服务来协助哈、啊、一些行政的这个做协助。那各个户所啊哈，现在我们也设置一些号码机，还有一些志工的服务队来协助呢我们的民众在户政办理业务的时候呢，比较进行的速度会比较快，也比较了解啊。那最后呢，我们第六项呢，在这个兵役行政啊的内容呢，在这一段期间呢，我们一共征集了这个常备兵
35梯次哈，462人，替代役9个梯次哈，196人啊。那经理呢，这个顺利完成入营的这个作业。那么86年次的这个役男兵籍的这个调查完成这一个一共呢2419人啊。那受理缓征啊，一共有108人啊。那原因消失的一共有200人啊。那另外呢，本期办理这一个这一个役男征兵的检查哈，一共有1270人。那另外送复检的总共呢有49人啊。那我们的常备兵替代役的抽签啊，那么总共呢有946人啊。那替代役抽签呢啊有5人。那这个办理役男出境的作业啊，总共呢这个期间受理的申请人一共有873人啊。那关于后备军人的这个业务呢，我们均按照呢相关的业务哈那规定来办理。那到目前呢，本县呢后备军人有36136人。那105年呢，这个缓招审核的有25人啊，那也核准了25人啊。那关于呢我们的役政业务，现在几乎都已经电脑化了哈。那以呢服务我们的县民，还有呢跟各个公所的搭配。那对于我们现役替代役男的管理呢，我们在4月8号、6月14号跟8月9号呢，我们都有办理相关的在职的训练。那总共呢训练人次呢574人啊。关于役男的权益的照顾方面呢，在这一段期间，我们核发常备兵还有替代役啊的这一个辅助费跟安家费。那在我们军人中龄池的管理跟维护上呢，我们军人这一个中龄池啊，目前可以容量了11154个塔位哈。那目前已经安置了9642位，剩余呢，15030位哈。那对相关的维护管理，我们就有做定期的这个维护。那关于呢，我们全民防卫动员的准备业务方面呢，我们都按照呢相关的规定还有程序在办理哈。那内容啊，在这一个请参阅哈。那么最后呢，在兵役行政方面的综合业务，我们也每年都有协助呢这个军事院校的招生，跟协助国防部呢来进行推动这个募兵制的相关的宣导啊。以上呢是我们民政处啊在这一个18届第14次大会啊的，从105年4月1号到105年8月31号的工作报告。以上报告，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邱处长的报告，现在请文化局陈局长上台工作报告。大会主席张副议长，各位议员先进赖秘书长，各位同仁，各位媒体女士先生，那接下来呢由文化局啊向各位来做我们的业务报告。那首先呢，容许我来介绍文化局我们的相关主管同仁。那在第一排呢是我们秘书曾芳荣，接下来是我们图资科杨淑梅科长，接下来是我们视觉科马成仪科长，接下来是表演科吴怡慧科长，接下来是艺文推广科陈英芬科长，接下来是文资科我们黄维军科长，接下来是行政科邱浩全科长，接下来是人事室简信明简主任，再接下来是会计室林玉云主任，
再接下来是政风室，我们李娟怡李主任。在我们进入详细的业务报告之前呢，首先呢，对各位议员呢，在平日对文化局各项业务的策立指导呢，我们表达最高的敬意。那在书面资料呢，我们387页呢，开始进入文化局各项业务的说明。那在文化局呢，我们总共呢有34位的编制内的同仁，那连非编制内的同仁一共是68位。那68位同仁呢，好，那我们的业务呢分成了6个科。好，那在书面资料387页这边开始呢，好，那国字1、2、3、4，那分别呢是行政管理，还有人事行政，还有政风业务以及会计业务，好，那都是幕僚形态的啊，所以我想我们就不详细的来说明，我们直接进到书面资料390页，我们来报告我们的图书业务。那各位议员，我们认为呢，知识是力量，那知识呢是一个人、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竞争力之所系。好，所以呢，文化局呢，我们一直都把阅读好当成呢是我们最核心。好，重中之重，最核心的业务之一。说实在话，整个图资科所有的业务都是在支撑，都是在企图呢，希望能够把我们的社会营造成一个喜欢阅读、愿意阅读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那在这样子的一个出发点之下呢，我们在104年获得了教育部所考评的所谓的三冠王的这样子一个荣衔。跟各位议员报告，全台22个县市，花莲文化局的得奖的密度是最高的。好，那我们也在104年良好的基础之下呢，在105年继续的努力。那在390页呢，这边所提到的，包括了我们如何的来提供完善、亲切的阅览咨询服务。391页国字二谈到的加强充实图书。然后呢，还有在392页谈到的图书推广的各项的阅读活动，包括了文化电影展、回南书香节、光复三办理世界书香日、借阅王活动、东海岸阅读 ING 的系列、阅读者联盟，下一页啊，然后呢，这个阅读全雷打，以及呢，在395页谈到的办理花莲的文学营，接下来在398页。好，我们还办理了0到5岁的阅读起步走、好书交换分享、本土语言作家巡回展、多元家庭亲子共读啊、丰田社区的阅读推广计划，好、啊，还有包括了一直到刮胡酒的行动剧与故事工作坊等等的这一些所有的努力，好、啊，还有包括了好、啊、在399页我们谈到的花莲在地文学作家图像的这些的计划等等，所有的努力呢，无非就是希望吸引大家呢来从事好阅读，好，这个是我们最核心的业务之一。那在书面资料呢，我们来进到的呢395页呢，我们这边特别报告一下呢，图书馆自动化的这个业务。各位议员，我们从103年12月开始，好进行所谓的通借通还，副理借的书呢，我们可以在秀林还；来跟文化局借书呢，好，那我们呢，好可以直接送到玉里，直接送到了卓溪。好，这个叫做通借通还。好，通借通还。那通借通还呢，从103年12月推出呢，一个月只有21本的这样子一个流通呢，到上一个月10月呢，好，我们已经有1272本的书在整个县份里面13乡镇这样子的流通。好，那各位乡亲，各位议员，整个花莲的图书，文化局的图书加13乡镇图书，总共有70万册。我们希望能够形成一个庞大的一个知识流，在13乡镇里面流通哈。那我们这个工作呢，会好继续的来做。那在书面资料的396页，特别会谈到我们进行所谓的行动借书证，好，就是呢盼望呢我们的乡亲啊，我们的读者非常轻易的他就可以来借到书。特别如果要来善用所谓的通借通还的话，他就必须呢随时手机他就可以借到所有的图书馆，包括文化局图书馆的书。好，所以呢我们在105年呢已经落实了所谓的行动借书证 APP 的这样子的功能。好，我们也在这边呼吁我们的广大乡亲呢能够来善用，如何的让躺在图书馆的书可以呢
充分的流通，形成一个广大的知识流。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的核心理念。那在396页呢，七，好，我们也同时要报告呢，辅导乡镇是图书馆的业务。我们认为呢，文化局图书馆不是只有自己好就好，我们必须呢用大馆带小馆的一个出发点，一样的呢要来陪伴，好，要来辅导13乡镇的所有的图书馆。所以在这个理念之下呢，我们成功的去争取了花东基金105年到108年总经费呢是8590万的经费。那8590万的配置呢，其中呢有九个乡镇呢有450万的硬体建设费，然后呢有4个乡镇市呢有200万的设备的提升费，以外呢每一个乡镇图书馆每一年都有30万的图书采购，还有8万元的好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推广的这个业务费。所以在105年到108年，经费相对是充裕的，但是对图书馆的同仁呢，它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如何能够完成相关的建制呢？让这个县份呢，好，成为一个基本的图书的一个这个规格哈，能够到位哈，这个是我们的很重要的一个使命。那在书面资料，我们再进到400页哈，这个是补助译文出版，我们也稍微介绍一下。那各位议员，我们都知道，在人类现阶段的生活因为多元，所以呢，很少人会再去买这个书，所以这个书的印行出版呢，过去动辄是上万册，现在是用500本起跳。所以对于图书的出版呢，是这个相对的艰难。但是呢，我们又认为说，在一个社会，如果大家都不写书，大家都不出书，那文化艺术呢，要怎么样的来累积、传递、发扬光大呢？好，所以呢，公部门其实就必须呢，要投注一部分的一个协力，让我们的艺术文化工作者愿意来出书。好，所以文化局从101年开始呢，我们就用补助出版的方式来鼓励这个社会的艺文人士呢，愿意的来出书。从101年一直到105年，我们到现在总共鼓励出版了41本书，在今年总共14本。好，那过去呢几年累积下来，好，总共是好41本。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好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资产的一个累积的工作。我们希望一年一年继续的做下去，让我们愿意出版的艺文人士呢，好，在文化局的一个鼓励之下呢，愿意继续做这样一个文化累积传递的工作。那在401页呢，继续在编号11，我们谈到新建图书馆的一个计划。那这个工作呢，现在仍然在评估，好，然后呢，在研究的这个过程当中，好，那等到呢比较有明确的一个选址的一个决定，我们会再跟社会来做报告。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到视觉艺术的这个部分。好，那我们在402页呢，我们有报告到呢石雕馆的策展的活动。那我们在石雕呢，我想大家都知道，我们花莲呢是石雕的一个城市。那在石雕馆展出的作品呢，其实都是非常精彩的。从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办的包括的高静伟老师的创作展，庄丁坤老师的田庄旧营，还有廖清明老师，好，以及呢现阶段在石雕馆所展出的李美惠老师的泰鲁格，还有追鹿的，好，这样子的一个史诗长河的油画呢，哈，那其实呢，每一档呢都造成风潮，引起社会广大的一个讨论，哈，有深远的影响，好，这也是我们呢很大的一个激励，我们会继续的，好，来办理。那在405页，哈，编号5，好，那谈到我们美术馆所办理的各档的一个美展，105年呢总共办理了23档，哈。那每一档呢都非常的精彩，不管是县内的邀请或者是县外的，好，来展的这些的单位，好，都能够呢，好，对我们的乡亲呢有很好的一个美学的一个启发。好，那在这里呢特别报告呢，现阶段正在文化局所展出的郭雪湖的回顾展，好，更是呢重中之重，我们这今年整年办理起来呢是非常精彩的一档展。好，是呈现台湾美术史的一个代表人物，弥足珍贵。我们也呼吁乡亲呢踊跃的来欣赏。在407页呢，我们也报告到办理今年的新传奖的结果。那新传奖呢是整个花莲的文化桂冠，
好，是这个地位最崇荣的一个奖项。好，那今年呢是分别由廖鸿基、王鼎之、彭清让三位好艺文人士呢获得好新传奖哈，实至名归。那在408页呢，我们报告一下呢，是办理艺术品典藏工作。跟各位议员报告，这个艺术品典藏的工作是在议会的鼓励之下，好，我们编列预算来办理的。好，那到目前为止呢，我们总共典藏了28件的作品，好，都是我们花莲艺术家或是跟我们花莲有连结的艺术家所完成的作品。那在105年呢，啊，那特别典藏委员呢是邀请了现阶段呢在全台湾艺术交易市场典藏市场里面呢表现最为优异，也是来自于我们花莲玉里子弟的叶子琪叶老师为我们所完成的雾山花莲的这幅作品啊，那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好，那相当程度呢，我们也期待能够成为我们文化局视觉我们的美术馆的一个镇馆之宝。在409页呢，我们进到表演艺术，那编号一我们谈到儿童剧的演出。那今年儿童剧演出呢，延续过去3年来的一个改革，我们认为13乡镇每一个乡镇都不能少，不能够呢我只去了6个乡镇，然后呢另外7个乡镇没有去。好，所以对我们来讲，每一个乡镇的一个儿童呢都必须要能够接触到儿童剧。那此外呢，在105年呢，我们也特别邀请了东华大学秋野芒社团进到了我们中南区那比较偏乡的我们的学校呢，进行了18场的演出，好，来落实我们从小能够来进行美学的一个好这样子的一个亲近。那在410页呢，哈，那我们有报告到整个的文化局演艺厅呢，我们在1月到现在好已经办理了61场的好厅内的表演，好，不包括厅外的演出。那今年呢比较让我们振奋的就是说我们整个的满座率呢都有提高，好，都有提高。那在第414页我们报告到我们的杰出团队的一个甄选以及辅导。那各位议员，现阶段我们花莲表演类的团队总共有86家，我们呢从86家呢要去甄选出6家的杰出演出团队，好，那给予他们呢更多的辅导以及经费的一个挹注。那此外呢，也跟我们等一下会报告到的太平洋左岸艺术季能够连结，透过跟这个连结呢，我们能够来落实卖票、售票，然后呢所得的这样子的一个售票的这样子的一个所得呢，回馈到我们的这个演出团队、杰出团队，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循环，好，也鼓励哈我们的演出团队的一个士气。那在编号7，我们报告到呢，2016太平洋左岸艺术季，这是我们呢进行了已经到今年是第4年的文化局出品的售票演出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好，那我们在今年的话呢，哈，我们把最低门票呢从过去前3年的100块，今年把它调升到200块钱。但是我们的代用券呢继续的落实，好，然后我们今年的满座率呢是68，较104年的52，好，68%较比较过去52%呢是有长足的进步，好，对我们来讲呢也是很大的鼓励。那编号8我们要特别报告到街头艺人，好，那我们非常谢谢议员呢过去对我们的提醒。认为我们的街头艺人业务呢，好，应该要再精进。重点不是发那张执照，重点呢是怎么样的呢？我们为街头艺人创造表演的舞台。好，所以呢，我们在105年呢，我们街头艺人的考照，除了在花莲市考以外，我们也去到了玉里，我们也去到了凤林。好，那总共呢，啊，今年呢，总共呢是好有361组的，来自我们花莲或者甚至来自外县市的考照的，好，这样子一个表演团队来到我们这边来考照。好，那么分别在玉里跟花莲市跟凤林这样子举行。那考上的这些街头艺人以及过去领有执照的街头艺人，他可以在花莲好整个的呢39个地点来演出。好，那跟各位议员报告，大家一定了解东大门演出的这个街头艺人，他的 income 他的打赏一定是最丰，好，最丰富。好，那其他的呢当然也有是相当稳定的，那也有一些呢是刚进来做这样子一个表演的啊，那相对的啊
那可能还可以再进步。那整体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这整个一个进步的一个能量，哈，我想这个也跟东大门经营的成功呢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在417页，我们也特别报告到，这个街头艺人的一个辅导，我们也辅导到玉里镇去，好，我们希望呢也能够协助玉里镇，哈，玉里哈能够呢，我们的年轻的世代呢有表演的这样一个热情的，也能够来哈有这样子的一个舞台。那在419页呢，我们有报告到关于艺文推广的啊这样子的业务。那我们会认为呢，其实艺术文化呢不是精英阶级所专擅，而是所有的县民、所有的乡亲呢，他都有所谓的文化权。好，所有的县民乡亲的文化权呢，都应该要被落实、被照顾到。好，所以呢，好，这个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理念。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理念之下呢，我们去做的相关的一个工作呢，我们也做以下的报告。在420页，好，在420页呢，我们辅导文创哈创意文化产业，所谓的文创产业。那在华东基金啊的一个挹注之下呢，针对文创呢，我们4年有7000万的经费，4年7000万，这4年7000万如果拿来办那种大的一个展览，哈。那一次性的展览可能就办3场，办7000万就用完了。但是呢，我们不做这样子的一个思考，不做这样子的规划，我们反而呢，哈，是朝着哈各式各样的一个小额、哈中额度的一个补助，各种的一个培力的计划，哈，我们透过的在421页，我们哈所好书面报告所讲的，我们去举办了艺文讲堂。我们去举办的美学的教育，推广生活美学，怎么样的跟学校、跟幼稚园来结合，让我们的年轻世代从小就可以进到好我们的各种的艺文的殿堂，好能够来接触美好的事物。我们也举办了产业创新提案，全民文创培力以及花莲魅力呈现，也包括了自主学习的补助，好包括了自我精进，好参与县内。参与县外、国外，扩大本县艺文能见度，呈现我们花莲艺文魅力的所有的这一些的大大小小的案子呢，都是在我们陪伴补助的范围。好，那所以说呢，从今年1月到现在为止，我们扣掉的补助13乡正式公所的额度以外，哈，这个量以外，我们总共补助的哈，好，总共呢是补助的179个。大大小小的案子，好，我们想呢，哈，这个百家争鸣的一个这个情况呢，哈，也让各位议员能够了解。那在422页的文宣呢，编号5文宣的3呢，我们也努力的来耕耘我们的花莲艺文漫游。花莲艺文漫游现阶段我们的粉丝数呢，和扣除中央文化部呢，我们是22个县市的第一名。好，我们每一个礼拜呢 ，PO 了35篇的文章。好，我们每个礼拜呢有9万到10万的一个触及的人数。好，我们继续的努力耕耘。除此以外呢，我们也努力的透过影像留下我们艺文人士的一个努力。在423页呢，我们今年呢啊，那除了呢会去把我们的艺文活动有35个案次会去记录以外，我们也去做了3个专辑的报道。好，包括的原声突破原住民的艺术家。原生文化与国际接轨，然而山剧团的这个记录，以及世界眼中的花莲等等，好，这个也是我们努力的工作。那在424页呢，是办理了这个活化空间，那主要是这个地方是讲到松原别馆。好，那松原别馆其实它的财产呢是退府会的台东农场，好，所以呢文化局比较像是帮助台东农场好来做管理。好，所以我们的权利金的收入其实都要跟台东农场哈对半分。那松原别馆的这个绩效相当的良好，我们也刚从10月18号呢获得了葡萄牙国际观光影展最佳电视纪录片，从301部的电影当中呢，好脱颖而出。那松原别馆呢，好也支撑了10位的年轻的在地的好工作的哈这个机会。好，那绩效呢是相当的啊理想。那我们在这边呢，进到426页啊，我们要报告的是文化资产管理以及维护。那文化资产呢，它的范围既深且广，
而且呢是在跟时间赛跑好的一个非常严肃的工作。好，那在今年呢，我们的相关的绩效我们也做以下的说明。好，第一个呢，在有形的文化资产的一个登录指定，好，非常谢谢议员的提醒以及指导。所以我们今年呢，好，我们特别在凤林以及在吉安有蛮很优异的成绩，包括了在426页我们谈到的台铁旧林荣车站仓库、吉安不进叠水井、林田神社残基、枝雅干桥、平林郡过水桥、林田郡红溪市郡道。好，这个是我们在今年度的一个登录的一个结果。那在429页呢，我们会报告到呢是关于一些无形文化资产的一个调查以及建制的工作。好，那在105年度呢，包括了我们我们的复里啊，大庄业绩哈，文化保存记录哈，这个是平埔族文化的一个保存。那还有包括了呢，在海滨的阿美族传统制陶文化的一个记录传，这个以及传习。好，那430页呢，有包括了呢港口部落的一个丰年祭。好，那在108、106年哈，我们会做的更多哈，我们跟文资局呢哈，争取的也包括了香蕉丝的一个技术的一个这个保存哈，以及呢哈是阿美族的里漏部落的哈这个祭师的哈文化的一个保存等等的哈，这个是我们会继续的工作。那在430页我们要特别报告一下呢，光湖山的文面文化哈，我想呢文面文化呢是在我们泰鲁格族、泛泰雅族好非常特别的一个这个一个文化。好，那过去长期以来呢，因为从日据时代呢是被禁绝的哈，所以呢我们的文面老人家呢长期呢并没有得到公平的一个对待。那文化局我们很安慰的就是我们在民国98年开始呢，就以无形文化资产的这样一个机制呢来登录我们的文面国宝哈，文面的耆老、文面的老人家呢，好赋予哈我们文面文化的一个保存者的这样子的一个身份。那在今年105年哈，那在文化部好还有立法委员的一个重视之下，好，那文化部长还有文资局局长呢，也都亲自的来到本县一一拜访文面老人家，好，带给好文面老人家呢好这个合理的一个诠释、合理的一个对待，我们觉得这个是迟来的荣耀哈，但是也是应该要做的，好，那也好也包括了对老人家的一个长照的，好。在居家的一个长照的一个照护哈，我觉得哈这些都是哈政府本来就应该要做的。那在431页呢哈，我们在编号4呢也有谈到呢，是关于我们花莲县富里乡丰南村吉哈拉爱文化景观的哈这个辅导以及陪伴。那文化景观其实讲的就是在一个人跟环境哈，人跟土地的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之下的一个永续的一个利用、永续的一个互动关系。好，那吉哈拉爱呢是被中央文资局呢列为呢是有所谓的国家文化景观实力的一个村落，好，一个文化景观的一个点。好，那吉哈拉爱同时呢今年呢哈也才刚获得全国百大绿旅游必到之地哈，也是我们花莲之光。那在文化有形文化资产的这个管理的一个体系，各位议员，我们进到432页，好，433页呢，好，包括的林田山我们的林业聚落的保存再发展计划，434页所谈到的玉里林务局玉里国有眷舍修复，还有呢在光湖寺谈到的花莲我们的巨石文化，光湖五我们的新社岩棺。好，光湖六谈到的我们玉里的乐和好古风碾米厂的好这个碾米机的保存计划等，好，所以呢这些呢也都是呢好我们好逐项在办理的，范围非常的广，也都是非常的专业，好，那我们呢好逐一的来办理。在436页呢有谈到关于吉安庆修院，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花莲呢在内政部所谓的台湾百大宗教哈必访的一个景点，好，那今年呢也都顺利的来营运。那在花莲铁道园区啊，436页，以及呢438页，我们谈到的美仑溪畔哈日式宿舍群，
还有呢我们的玉里社残疾哈，那这几个文字点哈，也都是在我们的协助我们的一个团队的一个帮助之下呢，都能够做非常妥善的管理。这边要特别谈到的就是关于玉里好我们的限定古迹玉里社残迹好的这样子的一个维护工作呢，是特别谢谢王艳美文化基金会呢来办理，用非常少的经费好，但是呢把我们管理的呢是非常非常的妥善。那特别是10月15号呢，哈，每一年都会办理我们的玉里残迹的建走巡礼，同时也落实古迹的文化资产教育。好，10月15号当天我自己有参加，玉里乡亲总共参与的600人以上，哈，是非常非常的可观，哈，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文资的一个巡礼。那439页呢，我们谈几项文资的一个工程营缮的工作，哈，那也跟各位议员报告。好，第一个呢是铁道园区。我们在今年呢是在文资局的补助之下呢，总共有1200万要针对铁道一二馆好我们的木构造的房子呢来做全面的检修。441页呢是在这个是客委会的一个补助之下呢，我们进行分里国小礼堂周边环境的修复再利用工程，工程款是1605万元。那在编号3呢，我们是谈到花莲县考古博物馆修缮工程。哈，我们有议员呢问我说，哎，这件事情好像是比较少听到的，我跟各位议员报告。那文资局呢在监察院的一个纠正之下，认为文资局呢没有辅导各县市呢在自己的县份成立所谓的考古的典藏研究空间，所以导致呢各县市呢考古出土的这些的文物呢都不留在自己的县份。以我们花莲来讲，我们的国宝，我们的蛙形玉室，我们在盐寮所出土的蛙形玉室现在呢是在史前馆。好，然后呢我们的我们的是太巴郎吧，哈，太巴郎的我们的祖灵的墓柱呢，哈，也是在台北。好，都不在我们自己的县份，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好的一个典藏的空间。所以呢中央文化部文资局在监察院的一个纠正之下呢，这两年辅导各个县市，你们要去成立各个县市自己的考古的出土文物的一个典藏以及研究的空间。所以我们在文资局的一个辅导之下呢，我们在获得了寿丰乡的一个配合之下呢，我们去寻找了寿丰乡原来的这个废弃的啊，不应该讲废弃，是闲置的空间。好，闲置的空间呢，我们就拿来做考古馆。好，那为什么这个经费相对的是还算呢相当的充足？那是因为呢，我们除了研究跟典藏以外，我们又加入了一个展示的一个空间。好，所以呢，在中央呢哈给我们哈比较大的一个经费。那当然呢，我们也期望呢跟哈寿丰还有万荣整个我们花莲非常丰富的文化资产呢有连结，也跟我们的观光能够有所连结。好，这个部分呢，好，我们会哈来按部就班的来执行。那这项这个工程呢，预计也在年底之前会完成发包。那接下来呢，是在441页最下面的关于检察长宿舍，检察长宿舍呢2670万。好，这个是纳入华东基金在去年年底所核定的。好，那检察长宿舍啊，也预定呢，在今年年底呢会完成施工的发包。好，我们盼望呢未来呢施工完成，为花莲市区呢我们能够重现检察长宿舍的风华，为大家回复过去共同历史的记忆。好，我想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简要报告到上面啊，如上。那容许呢我做以下的结论哈。那第一个呢，就是在105年到108年，因为华东基金的一个挹注。好，所以我们有相对呢比较有弹性比较宽裕的经费来做各项的文化的一个培力的工作。所以我常跟花莲艺文界的人士说，105到108这4年呢是我们要努力的耕耘，我们希望能够透过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呢能够枝繁叶茂，能够开花结果。好，这个是我们大家要共同努力的。那第二点呢，就是中北中南。好，花莲因为呢我们的幅员太狭长，好，我们不希望呢所有的资源集中在北区。好，中区南区啊，乡亲的文化权我们一定要落实。那在今年呢我们做的呢哈好比过去都还多。
好，我们希望呢未来呢要能够继续加强，好，我们跟中区南区的更多的连结，让中区南区的乡亲有更多的艺文飨宴，更多的文化资源。那第三个呢，我们要谢谢各位议员啊，平常对我们的指导，对我们的帮助。我们呢有很多项的业务呢，也都纳入了我们的业务范围，包括了呢，好，对于我们的我们的木雕老师，好的一个木头的一个漂流木的一个取得，好，我们也在议员的一个指导之下呢，建立了标准作业流程。好，还有包括了呢，街头艺人的能量的在增加，好，文化资产，好，不管是有形无形的增加它的盘点，增加它的登录，好，还有包括了呢，要去建立我们文化局自己的一个美术典藏，还有对于呢，花东基金十三乡镇的辅导呢，要能够把握时间，还有对文面耆老呢，要对文面耆老的照顾要及时等等的哈，那这些呢，哈，我们都非常非常的感佩，也一一的落实。好，我想呢，最后我要讲的就是文化局68个同仁，我们自己不会做创作，好，我们是做文化行政，好，但是呢，透过我们艺文人士的努力，透过文化局的行政工作呢，好，大家一起努力呢，可以把真善美能够引导出来，让整个社会好大家来欣赏，好，这就是我们的志业，我们也愿意在各位议员的策力之下，好，我们继续的努力向前。以上简要报告，谢谢。谢谢文化局陈局长详细的工作报告。下个议程意见交换，现在休息十分钟。
休息时间结束，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议程意见交换。狄布斯议员，谢谢副议长哦。这边呢有几个这个议题想要跟两个局处来交换哦。这个本席哦，曾经针对我们医院的停救室哦停用的问题哦，希望花莲市的殡仪馆能够改善跟扩建哦。我在这边请教一下哈，就是我们那时候是希望我们民政处来做帮忙，到底目前进度如何？我看好像没有进度嘛。待会报告哈。那另外呢，这个目前哦，台湾原住民大概是55万人左右，终于达到55万人哈。那我想请教的是，花莲到底现在原住民人口数有多少？因为呢，21年前呢，我鼓励哈原住民恢复原民，但是目前的情况是这样啊。目前呢，恢复原民的原住民人数大概是3700多人，大概是占这个原住民总人口数的1%。那么汉民呢，跟原住民的拼音并列的大概是占4%。那原住民恢复原住民的名字，因为要办理其他的证件哈。那这样的状况是，你要变更的时候，因为包括很多的什么驾照啦哈，还有就是这个健保卡，还有很多跟公家机关有关系的，只要你的名字，什么水电费呀，你要变更的时候是非常繁复的。对于大部分，尤其是我们这个交通不方便的花莲太狭长的这个状况来讲，你要跑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去，你要全部办完，其实是非常麻烦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占全台湾人口数最多的这个原住民人口数最多的花莲县呢，你恢复原民的状况其实不如预期哦。那我们是不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一条边的方式呢，让他在恢复原住民姓名的时候呢，可以让他节省时间？你知道好像是桃园啊，或者新北市、台北市，他们就是只要在户政事务所办，其他的证件都帮你办好哦。那我们是不是鼓励哈，或者是有什么样便民的措施呢，可以让这个原住民哈愿意恢复原民的意愿比较高？那我最近呢有跟这个贵处调，就是这个礼拜的样子哦，跟贵处调这个花莲新住民，包括取得身份证、ARC、APRC 的外籍人士的这个国籍的分配表。那天科长给我的那个资料，我跟他说全部都是错的，因为他是说他们是跟这个移民署调，那移民署的数字跟你们的数字是完全不一样，而且差距是几千人啊。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我们的建档不够确实哦？跟实际的状况差别太大。那这个部分呢，是希望近期能够改进。因为为什么会提到这个问题呢？最近哦，中央提到这个新南向的问题哦。那我们其实可以善用东南亚国籍的新住民哈、哦，他们的语言的优势，你们是不是可以跟社会处哈、哦，还有就是观光旅游处一起培训这些新住民哈、哦，让他们成为花莲观光的新力量？因为其实很多东南亚的这个外籍新娘不像你们想象中的教育程度很差或什么的，其实有些程度非常好、哦、而且呢也非常的积极。那既然中央在定这个新南向政策，我们是不是可以善用这样的一个优势？因为我知道说，尤其是我们的中南区哦，那个新住民越来越多了，我觉得不要浪费他们的这个才能啦哈。那文化局的部分哦，我昨天呢在这个议会有提到，就是花莲县目前在争取的是国立原住民博物馆的设置。那我觉得在设置之前呢，其实文化局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我们有相当多的这个原住民的文物哈、哦、流落在外，我们是不是请这个那个文化局呢帮忙一下，这些文物我们是不是稍微的寻一下根，这些文物到底流落在何方？好，包括在台东史前博物馆的东西哦，其实如果我们确定可以争取到这个国立原住民博物馆在花莲的话，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基本功啦，其实现在就可以开始。就算是我们没有争取到齁，那我是觉得花莲其实可以自己来做一个县内的一个类似的博物馆齁。那另外呢，就是我想了解是这个智慧科技图书馆的一个计划，目前好像是停滞啦，不过县长非常重视这个计划，我觉得这个计划非常好。那这个部分呢，是不是请局长待会稍微的说明一下？还有呢，就是我很这个称许齁文化局，你们在补助这个所谓的艺文出版品，但是我是建议啊，是不是特别针对原住民的出版品，尤其是绘本的部分或是童书的部分，好，是不是一年哈给他出个几本？因为花莲有很多的原住民的故事，非常适合孩子来阅读。但是我是建议，就是除了中文之外，好，你的童书绘本之外，哈，中文之外可以跟英文并列，另外跟原住民语并列哦。原住民语的拼音并列，我觉得这是非常有特色的一种出版品。那如果是阿美族的故事，就用阿美语；
若是泰鲁格族的故事，就用泰鲁格族语。那这个部分呢，其实如果你一年做几本下来，累积长年累月累积下来，其实是花莲县非常特别的资产。那另外呢，这个我一向很支持，就是文化局你在办这个儿童剧的部分，因为其实有一些那种好的剧团来的时候啊，哇，真的是坐都坐不下，尤其售票就算是300块、500块、1000块，那个爸爸妈妈还是会带小孩子去看哦。那这样的一个儿童剧呢，其实请文化局哦多多举办。那就是街头艺人部分哦，当局长也是有报告，其实我们培养出那么多的街头艺人，其实就是重点是他们有没有一个演艺的一个空间。那目前可以看到哈，不管是金三角应该是说铁道园区也好，东大门哈，尤其东大门每天晚上都有。那七星潭呢哈，或者是南北滨公园。那我是建议在周末的时候，那个金三角的三条道路人潮很多，是不是让他们有一个表演角哈，就是像国外一样表演角，你就框一个角出来。不要站到那个摊贩的位置哦，表演角出来，让他们能够可以在这三条主要的道路呢做表演，而且是挑选有特色、花莲有特色的这个艺文团体哦，这个街头艺人团体呢去做表演哈。那以上，谢谢。苏玉平议员，喂，主席还有在场各位哦，大家早安，大家好啊。那本席这里有几点哦，跟两处来讨论一下啊。第一个就是关于民政处的部分。那我们现在新住民哦越来越多，那这个民政处呢在辅导新住民适应生活的部分呢，本席有一个建议，就是新住民其实他们现在有一个就业上的困难，好，尤其是越偏乡，其实新住民是人数一直在增加，但是他们能够收到的资讯呢却是非常的少。那所以在一些辅导就业上面，在语言就业或者是一些任何资讯上面，其实对于他们尤其是偏乡的新住民来说，他们事实上是不太知道的。好，那希望呢这个民政处在做新住民辅导的工作不要全部集中在花莲市或吉安乡，在偏乡的有更多的新住民，他其实是需要一些协助以及就业的一个辅导的部分。那另外在文化局哦，这个本席这一次这半年哦，有一些人对文化局一些建议哦，有第一点哦，就是我们在，那个十义大街临近东大门以及南北滨哦，那也是一个现在的一个观光的一个圈哦。但是十义大街里面我们的台铁宿舍，台铁医院，虽然他们的管养是属于台铁，但是他们的台铁医院啊，现在已经濒临到这个荒废，所以呢，本席希望文化局能够去做督促哈，或者是去做辅导或提醒台铁的医院他们的一个修缮，包含这一次台风啊，都必须是由当地的摊商去做一个防台的工作。那本席也亲自到那现场去看哦，那个已经没有办法变成是一个历史建筑了，感觉就是一个废墟一样，然后东贴一块西贴一块哈，因为当地的摊商他也没有那样的能力哦，所以这个是非常可惜的部分。好，那如果他们有任何需要协助，我相信这个找立委啊，找谁去处理哈，都不要让它变成是一个废墟哈，非常的浪费。那第二点就是说关于我们花莲县的历史建筑的说明石碑，比如说像我们的金华街33号旁边的那个说明石碑，事实上已经非常斑驳，非常不清楚了。那还有像我们的花女的校长的宿舍，好，那当初在登录的时候，事实上都是写的非常清楚，可是因为现在大概97、98年石碑之后，历经快10年。已经非常斑驳，所以这部分呢，也希望文化局可以去做整体的盘点。上面是不是应该有一个汰旧换新的一个整个整理哈？那第三个部分呢，本席相当的赞赏我们文化局对于阅读上面的推动，好，那也非常有成效。那我在民间呢也帮忙协助这个部分。那我们有这个。妈妈们建议哦，我们现在的0到6岁的那个阅读起步走，是不是可以再添加0到2岁？也就是说，其实零岁到2岁，其实有很多的父母他已经有培养小孩子阅读的概念，但是0到2岁的小孩子，他们对于阅读上面，他们可能还把它当作是固齿器在那啃，
好，那现在呢，坊间有一些布书，或者是一些那个感官触能的一些书籍。好，那是不是可以加进去？我们把零到六岁区分成零到两岁，两岁到六岁，那这个他们的阅读的题材会，或者是他们的材料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呢，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可以更快速的步上这个阅读这个部分哈。那以上是我的建议，谢谢。王彦梅议员，主席，两个科室处长哈，主管哈。我首先回应那个迪布斯那个改原住民名字那个，其实在户政事务所所以可以设一个单一窗口哈，就是要改名字就单一窗口，他要改所有名字就在那边把它改完，不管是水电啊哈。不管是其他的证照，一律在可以的话，就在户政事务所哈单一窗口把它处理掉哈，这样哈也不会让原住民哈哦鸡飞狗跳了哈，让他们早有哦可以申诉的地方哈，这样才实质能够达到政府照顾原住民的美意哈。还有说刚才说的研博馆哈啊，一直都提花莲市，我们义里有一个非常空旷的地方，就是义里国中哈。对面监理山对面的以前国防部的大理石工厂那边哈，那边有将近两甲的土地在那边，每天都杂草丛生哦，很多蛇都在那出没。如果研博馆如果设在那边的话，我们玉里哈也将近8000个原住民的人口哈，我相信可以带动南区的观光哈。北区已经多很多的观光景点，我不需要再增多一个景点，何况中央也不希望在花莲市嘛，哈。如果能在我们南区玉里哈设一个研博馆的话，哈，加上啊，有改变吗？我是不晓得，因为萧美群、萧立伟一直督促我，哈，希望建议，哈，希望跟县政府建议，就是在玉里啊，以前国防部的那个大理石工厂那一块空地，哈，非常的好，哈。首先我要问民政处的，就是说哈，我们议员建议案哈，今年有657案，有657案哦，所提的款项是9695万4131哈，但是呢已核的哈，657已核只有352件哈，是4883万5836块哈，但是还有4856万8295块尚未核销哈，那就很奇怪了。现在已经是11月了哈，还有4800万没有去核销哈。更可恶的是说，104年的保留案件哈，104年保留案件竟有193件哈，193件1969万9531块，还有7900多万没有核销，到底是为什么？那你说核销只有7876万9551块，但是这个一降下来，我们议员如果说一个人乘以600万的话，33位议员的话是1亿9000万，对不对？但是如果刚才798跟787加起来的话，我们还要3900多万的经费跑到哪里去了？这是不是说我们的建议款项本来是我们拨了建议的50万，可是它时效只有20万，那剩下的钱是不是要还给我们？那你们都是暗卡嘛，对不对？就像你们这个3900多万对我们是多大的，你看我们要一条农路，要一条水沟，要一条什么都没有，可是这3900就是这样无缘无故消失在县政府的县库里面哈。既然后来才做到对，要把3900多万哈又拿回去县长的私人口袋里面去，我是觉得这样不好，因为他补助各乡镇市政的基层建设15案哦，就2000多万，活动中心4案又1000多万，你管市政比我们议员他们一年就4000多万，我们才33个议员要管前线，加7000几吧。我是希望我们民政处刚才处长也一再交代说，我们每个月都一直催、哦、我们乡镇公所赶快核销，赶快办。但是呢，既然乡镇公所这么不配合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建议县长，乡镇市公所要的经费就不要给，全部给议员来花落嘛，这样不是更好吗？我每天出去说，你议员没钱，没建议，那我就建议
建议前啊，建议前好，观众若无要插潲你的时阵，你嘛拢总无，对不对？啊，结果我们这议员拨款去，还被人家丢脸，还被人家洗脸。我拨了500万到妇女乡公所去，拨你了后讲，歹势，我无法度做，搁甲退还。好佳哉，伊嘛伫九月底就甲退还，伊若甲11月退还，我们搁50万又搁了去。我说希望就说吼，这个钱如果以后有标语款。你要告诉我们议员还有多少标语款还给议员来行使建议，这样好不好？回去哈。对的，哦，好。哦，就是说，但是哈、哦，你看那个各级民意士绅哈的建议28万，28万是1000多万呢、哦，但结案哈、哦、只有16万，28万16万就结案，看12个没有结案的，等一下几乎一半都没有办法结案，啊，你给我允许别冲响，哦。就刚刚讲一般的士绅的建议案，当然县政府也要加强了哈。现在的县政府团队，我刚刚也是李立当了，我一看下去，哎，很奇怪哈，文化局拢中杂波哎，民政处拢中杂波哎哈，是不是主管是杂波的酸杂波，酸杂波的酸杂波？那因为行政室可能要用体力哈，所以就要用男的。那是不是这个女的，是不是比较不用体力，所以就用女的？我是希望主管哈。现在已经没有性别之分了哈，那么蔡英文也是杂货啊，虽然现在希拉蕊民调低一点哈，朴槿惠其实又下当，但是还是很多哦，很多女性的主管出现了嘛，对不对？要给女性多加机会啊，不然的话我们这里有12个女性在这边了哈，希望多给女性加油哦。文化局就是说，刚好谢谢他哈，提到我王彦美基金会，其实我们很辛苦了哈，谢谢我们局长来参与了哈，他赠送了很多摸彩品哈。我说当众给他摸彩，哎、欸，还3万办活动呢，我那刚开掉18万的钱，不知对来了哈，对不对？啊，3万我们600个便当只剩下一个便当而已啦，都要讲超过600几人，我们是599人呢哈，剩一个便当，一个便当80块，600个人就48000了，一天3万是不要那办活动，要办一个保存一个文化古迹，非常的艰困的哈，但是。无怨无悔，只要是我们身为花莲县民，谁叫我又是个民意代表，对不对？可以为我们乡亲哈贡献一份的心力哈，是我们哈一生所立的志了哈。哎，所以说那乐和古风碾米厂哈的碾米机的保存环境提升哈，因为它是一个民宿，那民宿你虽然有碾米机是古老的碾米机没有错了哈。但是我们义里有6、7家的碾米厂，也已经有3家没有做碾米了哈。他们的碾米机可以哦一并在那边提升哦，在那边展览嘛，让工人参。哎、啊，这就是哪一种不同的公司制造品牌是怎么样哈、哦、规划。不要说只独厚这一个民宿哈、哦，对我们又不太友善的，对我们不太友善的。他说。拢是王彦美啦，无给才造成社会纷争。我唔知我无给造成社会什么纷争，我是安怎啊？无偷看呀，无冲起来，对不对？所以就说吼、哦，我们要给文化的提升，不是照顾一个单一民宿，而是让我们一里六七家的那个可以一起来展览吼、哦，这样可能会更提高吼、哦、我们的那个去参观的人数了吼。还、哦、有、啊、那个。林务局一里林务局那个国有建设修复哈，还有再利用计划哈，你是不是说我上一次提案那个百年老树那边哈？那确实是破烂不堪，前一阵子也发生火灾，也发生人家死在那边哈。希望说如果要再利用、再提升它的那个保存价值的话，希望能够尽快加速脚步。好，还有就是说我们台东农场哈，你说封了别管哈，我们的盈利。我们赚取的微薄的赚取的这个利益还要跟他对半分啊，哦，我是觉得非常的不公平了、啊、哈、哦，是不是用拨用的，哦，把它转为国有财产局的，然后拨用到我们花莲县政府来管，哈、哦，可能对我们花莲县民哈、哦、不加有好的福利的，谢谢。由美英议员，谢谢大会主席啊，那个民政局啊，这个。做得不错，跟你们按赞哦。那个，尤其是很多的户政事务所也很认真了、啊、哈。但是刚刚讲的很多外籍的外配，尤其是在花莲县偏远地区的比例非常高，还是希望能够辅导他们啊。像很多乡镇，一个乡镇来的东南亚很多国家，他
当然你们可以跟观光局或者是有关单位来辅导他们炒菜煮菜啊，可以展示他们的特色，给他们一些摊位在各乡镇成立。当然这要花很多的人力，但是我希望还是有机会可以来从事这样的训练哈。你们花很多钱训练他们，但是有个结果出来，有各地的美食陈列到花莲的县的各乡镇哈，让小孩子很骄傲，他妈妈是外配，有他的特殊的文化特色。因为他们到了台湾的主流社会上，他的一个比较边缘化的文化部分呢不见了，而且也许认为是他是一个看不起，他这个作为这个母亲的一个文化部分是被看不起的。所以我所商品化对他们来讲，跟落实他们的饮食文化各种文化，我想也是提振他们的自信心哦。那我也希望这部分呢，处长可以稍微用心一点哈。那还有呢，各乡镇的庙呢，如果真的它的地点是不合法的，我觉得还是要告诉县长哦，不要胡乱给钱、胡乱扯，搞了一堆呢，在我们乡下互相攻击啊、哦。这个还是你们还是要不要一直让人家有希望？明明就是不对的东西，没办法就地合法，让他一个错觉。县长是不是常常来就合法化了？这会麻烦的哦。所以有关的单位呢，对这样的哈、哦，那合法不合法有什么不一样？哦，所以我想这个宗教寺庙管理还是要点注意啊。那还有这个文化局啊、哦，这个处长非常认真的、哦，我非常认同。那就是比较还有一点点小意见啊、哦，像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 Bob Dylan 哈、哦，这颠覆了一般文学的看法。那你有没有在 Bob Dylan 他的作品，在这一次今年部分，赶快把他的东西推出来？哦，刚我已经来讲图书设置哦，就软文化、软实力的一个推陈，就是大家必须要一个运，长运这个底蕴丰厚，以后我们的小朋友或我们一直到老年都有一个机会爆发出来哦。所以这个图书馆所谓的典藏部分，那除了我们华人的金石子集之外，所有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有逐一把它选购？像我觉得这个图书馆最大的问题是选购采购。到底采购什么样的书？我上次是借了那个很有名的很多很多书啊，你们应该每年不厌其烦的采购诺贝尔，那是一个经典，人类一个文化的经典。那多了一个Bob Dylan，他用人家音乐的形式吟游诗人呢，会做出让诺贝尔把他认定的。所以我想啊，我们这个文学部分，或者是我们的艺术部分跟文化艺术部分，还有图书馆部分呢。这个人是一个动态的文化啊、哦，那这部分呢可以稍微流通一点哈、哦，流动一点。那每一个乡镇，我们希望还是有这个世界的这个诺贝尔文学奖，从头到尾都要有啊、哦，每年都要采购。那好的月刊月季，什么天下什么杂志还是要有啊、哦，选择上要选择好的书啊、哦，不要让小朋友从小都不知道一流跟三流的东西有什么不同。那是一个文字的训练啊，他对他日后的逻辑辩证啊是非常有益的。不要把三流的书也把它当一流，对小朋友的思考啊，那个语言的陈述啊，都会有很大的障碍哈、啊。那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刚看哈、啊，就是讲活的啊，美术馆也好，这个小型博物馆哈、啊，我比较觉得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啊。刚也讲啊。可能在105年到108年有7000万溢出在每个地方是没有错，这样是公平分配哦。那如果有效运用到各小型的博物馆跟博物馆或美术馆的设立啊、哦，东部发展条例是不是允许我们做这样？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化断层区啊、哦，不利文化发展区，这教育局很早就80几年就确定了，所以教育文化教育完是一次性的东西。像我的隔壁的原住民，比如说西林，他有很多新石器时代的东西，可是你没办法在那边做就地的博物馆，所以捡到东西必须到台北展或是台东这个史前。还有刚刚讲的，我们花莲县的颜寮啊、事实上比台东的卑南更大，范围一直更大，是由慈济他们来去那边田野调查，很可惜捡的东西并没有在颜寮成立小型博物馆。让大家呢不只去参观，然后也可以变成一个新的观光景点。花莲县最缺的就是观光景点。那我们的后殖实力，就是我们的原住民这么多，有非常丰富的文化，是不是有各处？像我的三星也很多，所谓那个底部是有一半的学童啊，萨基拉雅啊，他们捡了很多石器，还有泰巴朗。
那么大的一个祖灵祭典，那个地方荒废在那边，我经常去那边啊。那还有枫林的那个海边，那个叫什么猫，那个地方也是啊，猫空。所以那每个乡镇都有它的一个小型博物馆跟美术馆成立的可能，当地有名的就给它成立。像刚讲叶子棋在玉里，应该不止一个叶子棋，就给当地的从小的小朋友有一个自信。不是全世界的伟人都在台北啊，或是哪里？台湾的伟人也不是在花莲、吉安、花莲县，我玉里、我的枫冰都有在地化啊。那还有就是街头艺人，像槟榔兄弟啊，像那个台南的槟榔，出了很多阿妹，那个接着都兰爬起来了，整个的台东好像艺人都跑到那边去。其实花莲很多，花莲很多所谓的街头艺人变成在上面，在台北变成一个小型剧团的演唱。这有一堆人哈，也希望这个吴妙吉哈有机会寻找他们出来哦。那我刚刚讲的哈，你们当然有做一些计划啊，像东昌的李老刚才里面有写了一些，拨了十几万，但是觉得还是可惜不够啊。那个七家湾七七卡所爱那个部落，在东昌还有大象窟啊，那还有很多的活的艺术，还有东昌的女巫师啊，那都是可能未来观光的一个。内容跟内涵跟很重要的，我们的原住民可以一个生存的机会点哦。现在观光呢很讲究内涵跟包装哦。我们有那么好的原住民在花莲县，大概有八万人口哦。我们每一个乡镇几乎都有，每一个乡镇有把它好好每一个村寻找，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饭吃的哦。所以教育、文化、观光都必须互相结合，让我们底蕴不止丰富。然后我们还有机会，可能越做越大。所以你刚刚说几千万办活动可能是浪费，可是如果他的底蕴完成，你火候够，一次判几个大型，会吓坏全台湾的。当然这个是要基本功哦，我也知道不容易，所以还是来这边呢，恳切的希望来鼓励你们哈，还是继续努力的哈。这叫无形文化资产哦，补助计划还是希望能多一点了哈。刚昨天我也这几天跟文化局长讲哦。我镇上有一个所谓的土地公，也快100年了。所以我在我们的文化局部分呢，看到现在哦，对日本的文化当然我们需要保护。整个台湾是浅碟型，尤其是花莲二次移民更浅碟中的浅碟。那尤其是客家很重视八公八婆啊，不知道那个郭台铭也一样哈、哦，拜土地公。所以土地公对客家的，对还有很多的闽南人也好，这个很强，每一个村几乎有一个，你寻找一两个。超过快100年的，那是一个地方的自信，它宗教寺庙，因为你的文化资产已经写了，凝聚地方乡土共识跟集体记忆，这就是了。好，我们现在目前寻找台湾本土的，不管是宗教寺庙或者是建筑物是没有的，大部分都是留在日本时代、日本时代，当然这很重要，这是一个过程。那好不容易寻找到台湾，尤其是花莲的开发史，不会超过120年。能够到80年以上非常少，所以我希望呢，文化局在明年度呢，整个文化资产保护可以看到台湾的东西，还有原住民很多很多史前或新奇事时代在地博物馆哈、哦，还是努力要方向在这部分。刚我讲的 Bob Dylan 呢，今年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不是在各乡镇的小朋友知道吟游诗人音乐也可以当成一个文学奖一个后冠的出身哈、哦？我想这个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来，以上报告，谢谢。庄志才议员，谢谢我们张副座啊，张所有在场的我们政府两位陈局长啊，还有邱处长，所有我们两个单位的各位人员啊，还有我们现场的同事，还有媒体，大家早安啊。早。昨天现场施政报告啊，又提出来这个关于。建立一个数位图书馆哦，但依据他市政报告里面，他所出来这个要8亿5000多万呢、啊，包括他昨天所讲的，好像他地点还是要建立在明理国小的幼儿园那个地方了、啊，也就是花莲医院的对面那个地方哈、啊。那陈局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跟县长反映过哦、啊，因为那个地方我们在去年我们已经召开一个专案会议了。虽然民事专案会议，其实啊，跟公听会差不多是一样，
因为那天在开专案会议啊，几乎家长全部出席，所有幼儿园的所有的家长几乎全部出席，出席都是年轻的，他们只有一个心声，他们啊要进入公立学校幼儿园，第一个可以减轻他们家庭的负担，经济负担，第二个现在都已经急破头了，要进入公立医院了，要进入公托都急破头了。目前我们花莲县的公托跟私托的比例是7:3，那新的制度这一次有些是要拉到6:4，人家中央政府已经决定说要拉到6:4的，而如果你今天在那个地方要盖，又要把托儿所废掉，那是不是跟你们政府的口号说少子化，减轻年轻人负担，是不是背道而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其实新政府上来已经很清楚的跟你讲了，说你在如果这样的地方，因为目前花莲县的藏书以及设备都很充足，不需要再增加新的图书馆了。但是站在地方民意代表立场，站在我们地方，我还是希望盖图书馆的。我建议你们那一天也跟你讲，是不是可以建到别的地方？就像旧的文化局，我们也有图书馆啊。如果照旧的图书馆再把它增加设备、增加藏书的话，那可以节省很多经费，也不用花到8亿多呢。8亿多了，为什么到今天还要在那个地方呢？我不知道，很想希望你跟县长再开县务会，人家提出来，真的要真的不要在那边盖了啦。你要盖别的地方，我们不会反对，地方名气也可以盖啊，对不对？文化局现旧的图书馆也可以。可以更新啊，也可以盖啊，就为什么要盖在那个地方呢？因为那个地方已经有幼儿园在那个地方了嘛，而且那一间那个图书馆，那个幼儿园啊，刚盖好没有多久，还很新啊，你就把它全部拆掉，重盖一个图书馆，会不会变成文史馆？我还不知道嘞。所以我希望哦，这今天哦，希望让我们陈局长真的跟县长再次的建议。要盖在北的地方，那个地方民意都已经表达出来了，反对他在那个地方盖图书馆。好，谢谢。谢谢议员。我们的邱处长以及我们的陈局长两处的所有的成员，以及我们议员同仁、媒体记者，大家早安，大家好哈。在这里呢，几个案子来跟我们两个局处来做一个。沟通。那我首先呢，文化局的这一个区块里面呢，平和村五泉，早期呢日本时代有留下来一个石碑，那这个石碑呢在我还没出生就有了哈，那可见多久了，不要我讲出来你们就知道多少年了。那我想这个区块里面呢，目前呢是我们台糖用地哦，那早期呢有一些民众是居住在这个周边，那现在这些两户的这个居民呢，他们也各自都迁出了，所以这块土地里面呢，现在是我们台糖的用地哈，那也有一部分应该是属于农场的。那我们之前在去年也去看过现场，那我想局长也去过了，那在你的工作报告里面完全没看到这个古迹的一个，你要何去何从，如何去把这个古迹呢？去把它发展哦。那今天早上呢，我到了我们那个社区里面呢，就有一位蔡大哥问我，他说我们这个古迹呢，这么久的一个时间，那为什么在以县政府这一个区块里面，为什么都没有去把它做一个规划？那我们之前去看的呢，之后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那到现在也没有。那我也希望说，我们的陈局长，你的团队里面呢，能够把这个。古前的这个日本时代所留下来的这个石碑呢，是非常的稀少，而且你要到别的地方看，可能也看不到哈。所以我希望我们文化局这一边呢，能够把这个石碑呢的周边，之前呢几个月前呢，是由乡公所把周边的这个环境呢整理得非常好，但是这个是不是长期之计？那我希望我们的陈局长的团队里面能够把这个。稀少的这个文化呢，能够把它保存下来。那也希望能够把
周边呢带动起来哈，这个是第一点。然后我刚刚看到你的这个工作报告里面有巫师的一个记录，那其实巫师的这个成员呢，目前来看我们整个受封整个我们花莲县来看，应该巫师的这些的人员呢，应该不到20个人哈，不到20个人。那我相信呢，我们这个文化局呢，应该比照我们的所有的头目的一个待遇，来针对我们牧师这么稀少的这个成员里面的这些人，我们要如何去把它串联起来，然后把他所每年的一个祭典呢，他们是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哈。那我希望我们文化局这一个区块里面，应该把我们的巫师的这个他们呢把它保存起来，然后把他们做更好的一个规划哈。这个是在这里跟我们那个陈局长呢来做一个沟通哈。那我们邱处长这一个区块里面呢，我想花莲的砂石疏浚的部分，我想我们的不管是中央还是地方管的这个河川呢，我希望我们的疏浚呢应该做好。而且我们花莲的砂石是可以说是全国最好的一个砂石的一个品质。那为什么他们大陆一直进砂过来我们台湾，那我们的中央管的为什么都不去做好管控哈？那我们花莲的这些砂石呢，可以说是名列前茅啦哈。可以说你看我们花莲有看到海砂屋吗？看不到海砂屋。所以这个这么好的优质的这个砂石呢，我们应该去做一个疏浚。但是这一次的这几次的这个雨量太大了哈，然后这个疏浚你如果没做好的话，尤其这一次的木瓜溪桥的下游，也就是在我们的东华大桥的之上，靠北边这个堤防，只差不到50公分就要满出这个堤防了。所以我想哈，这个雨量太大之后呢，造成河床的这个水量重急的时候，虽然我们的水量马上就流到大海去，但是我们这个中间呢，这个安全的部分，其实我们都要考量到哦。尤其是在北边的这个堤防是老旧的哦，老旧的。那如果万一这次的雨量如果再下2个小时，我相信在整个吉安的这一个区块里面非常的危险，包括我们的这个劳溪下来的，也就是台十一丙的这个怀客桥上游。这次也崩塌了一角，那个是土堤，那个是土堤哈。但当时有紧急的来做一个处理哈，才不至于如果是破堤的话，整个破堤五权社区里面整个就完蛋了。所以这几条呢，不管是中央的还是地方的所管辖的这个河川呢，我相信希望我们的团队里面呢，应该做好一个疏浚的一个动作哈，让我们的这个好的砂石呢，也能够流窜到台北去啊，不至于让台北的这些建商呢，去买一些劣质的哈这些砂石呢，来做一个建筑的一个这个成品哈，然后伤害到我们一生呢，有的人搞不好就买那一栋房子而已。那一栋房子呢，又遇到海砂屋的同时，我想大家都会心碎哈。这个我想我们共同来努力啦哈，把这个好的产品我们送到北部去哈。还有就是我们的庙宇的部分，刚才有同仁提到了庙宇的部分呢，如果还没有合法的部分，或是已经在跟我们申请的这个部分，希望我们的科长协助跟帮忙，尽速让他们能够合法化。那合法化呢，当然就有一些补助，能够让我们的庙宇呢，更方便的来做一个让地方来承拜了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新住民的姐妹们哈，那刚才也有提到，就是说他们的生计，有的学历相当的高，当然也有一些是在乡下的。那我们如何去辅导他们？其实各乡镇都有做一个美食的，或是其他的一个能够协助他们。那我希望我们这个区块里面，我们县政府呢能够
十三乡镇做更好的一个设备跟辅导他们，让他们能够很快的进入我们的生活的生活圈里面，也能够很快的融入这个家庭，然后去能够到外面去谋生哦。尤其是我们这个考照的部分呢，我们这边呢也做得不错了哈，都会做一个协助跟帮忙，让他们能够很快的学到不管是汽车跟机车的驾照都能够迅速的拿到我们的驾照哈，这个是我们政府呢都做得相当不错哈，也都融入了各乡镇哈。那我们也期许啦，就是说能够有更多模式，以及我们手工艺品的这个区块里面，不管是美食还是手工艺品，都能够让他们的，不管是印尼、越南的，还是菲律宾的，他们有当地的他们的手工艺品，有他们的美食。当然，我们希望它能够融合到我们花莲的这个美食里面，让他们也能够能够有一个展现的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除了生计以外，能够照顾到家庭。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谢谢大家，谢谢。余孝副议员，谢谢我们主席、杨处的处长、科长，还有副主任事务所的所有的这个主任与会同仁，大家早。非常谢谢啊，很难得。双重沟通的第一天呢、啊，竟然发觉到我们非原住民的朋友，对我们的阿美族原住民的文化那么样的深入跟关心，这是一件可敬可贺的事情。相对的，本席啊在这边建议啊，我们的巫师啊快要凋零了，培养一些年轻的意愿不高。这个职场非常的重要，但是我在那边建议啊，文化局，这个不是原民处的事情，文化也要参与啊，非常的珍贵啊，包括我们的头目旗服那样的表现啊，都是在我们非常这个珍贵的一个活动。所以本席在这边建议啊，万一有这样的类似的活动啊，我们文化局啊要派人过去。现在很多东华大学的学生呢、啊、就住在我们的部落里面，了解巫师的生活状况，跟他的使用的那个东西啊，跟他所忌讳的那个距离啊，他们都在调查。但是我不愿看到这些学者专家用商业的行为来做文化调查，不以。所以我们文化局啊，希望你们要警告，不能以商业的眼光来把他们说起这个文化的资产。那在这边我看到我们文化局的一个工作报告，我非常认同。但是我有一个这个双向的意见，请参考一下。有关于这个儿童这个艺术活动哈，那本人呢上次到大陆去了，徐州啊。当地的朋友介绍我们去观赏他们的剧场，而且我们去到现场，导演结束我们到现场去看他的所有的配套做得非常好。但是我们文化局啊那个场所也不输啊，但是极主要的原因，我们的木木要改善，什么样的展演者用什么样的布幕来展现出来，哎，很有看头。但是我到那边去看，还有培养一个专门演戏的一个年轻朋友，白雪公主，那一天刚好是假日，我都去家长都带小朋友去看了、啊、我那个这里那个四五百个位置坐得满满，我们去看的。但是他是有票的，买票进去，但是他也跟花钱了。为什么？提升小孩子对我们这个故事的由来跟他的意义。所以本席在这边建议啊，是不是可以这样啊？因为这个既然我们有这样的目标啊，本席在这边建议，能不能培养专职的演戏人员？因为很多故事啊，用这样的故事来展演，请为那个谁，那个导演呐、啊，来
来指导他们怎么样演戏。然后我们到部落去，到学校去展演呢，给小朋友对我们这个戏剧的这个兴趣，然后跟家长一起来观赏，是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从那边看到，在发觉到，他们非常用心，是政府培养的，非常用心。啊，我们大人去看了，也跟小朋友起哄了，表演的非常有专业、啊。所以我认为啊，这个东西啊，是不是文化局这个部分啊，没有这样的思考啊，培养一些专职的这个演艺人员、演戏的人员，哦，我们的学校去展演，啊，展演，就是我对文化局的一个提示跟建议啊。再来，我们有很多的文物哈、哦，流落在外面，实际上我在部落里面。有很多我们原住民的物器的哈，放回在那个地方，真的是讲很可惜。当然也希望文化局哈，我那天礼拜天到六重化区那边的摊位的人员跟我讲，要拜托我们县政府，是不是可以给他们一个药草市场的一个平台，也是文化呀，也是文化呀。有很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尽可能会在市场里面、跳蚤市场里面出现，也是一种文化。别的县市也有啊，唯独我们花莲就没有跳蚤市场。所以他们那天要我，这次大会是不是可以请示啊、我们花莲县政府跟有关单位？我没有。一方让我们固定的跳蚤市场来活络我们的文化，来活络我们的观光景点，这一定是很好的一个这个办法。那我再讲，很多铁路局的闲置土地在那边把它方位起来，而且围起来，我为什么不好好去善尽利用，把它打造重生？什么都市啊，我认为这样不好，浪费了那个快递，那又把它围起来啊，很多我们的厂商啊要摆礼拜六礼拜天的，没有办法停车，就放在路肩。所以有很多善尽利用的一个区块啊，我们县政府要怎么样跟公部门去协商啊，用租用的方式让我们在地的文化人呢、啊、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销售平台啊。我刚刚讲啊，包括那个文化局啊，要找市场我们可以考虑要在哪里有一个他们摆摊的一个这个场所。这个宴请我也希望我们贵处啊你一下有可能的话，相信呢、啊、对于我们这样的跳蚤市场的未来啊有很大的这个希望。这边跟我们两个部门呢、啊、做这样的意见交换，谢谢。郑全龙议员。好，谢谢我们大会主席张会长，还有在座的邱处长，还有陈局长，还有今天议会的吉处长，还有本会的议员同仁先进，大家早齁。那本席这边有几个意见要跟我们，首先跟我们民政处齁来沟通一下齁。就是我们坊间很多百姓因为长时间他们的土地因为被列为公共设施保留地，所以不得已的情形下，他们有盖了一个简易的一个房子，所谓的我们的农技间嘛，吼。那农技间它盖好的总是要有一个门牌嘛。那常常到我们各乡镇的户政事务所去申办我们所谓的名牌，那门牌。那碍于法律的规定，吼，感觉上我们的百姓认为说，我们的县政府、我们的户政事务所有百般的一个刁难，吼。我想。房子的认定是我们建管单位来认定，那至于门牌的申请是我们户政事务所的部分。我想他们要的只是说一个门牌，让邮差还是让人知道说这个房子它的坐落是在哪一个街道、哪一个地段，很简单的一个需求而已。那还有就是说，很多他们的土地是很多共同持有的。那共同持有的话，他只是说他持有的一部分，那他要申请门牌，
那要其他的共同所有成员来同意。我想有些动辄共同持有的二三十位，你说二三十位都要同意吗？我想也是有它的困难点啦。我想哦，我们设政府机关的存在是要关心我们的县民，关心我们百姓。我想那个简单的一个门牌的部分，我想哦，希望我们处长、我们承办科长哦，多多的去关心一下，让百姓感受到说我们的县府是有感的，让他们感受到我们是一个便民的哦，这个是第一点。那还有就是说，在市政报告里面我所看到的有所谓我们的土石开采的部分哦，那去年的部分到目前都还没有开采完毕。那今年的台风又来了那么多个，我想我们要未雨绸缪哈。刚才有议员有提到，如果再不疏浚的话哈，万一哪一天如果溃堤的话，我想就不是我们政府担得起这个责任的部分哈。我想还是要尽快的去把河里面的一个淤沙的部分哦，尽快的哈把它清理哈。那再来哈，第三点就是说，在三次会期本席有提到，就是所谓我们北山公墓的部分哦。那我也想了解说，我们民政处这一部分，针对我们吉安乡北山公墓，是不是有它的规划一个时间表出来哈？那也请啊民政处给本席一个资料。那再来哈，我们县长上任这几年来哈，在我们清明节都会准备了所谓的我们的祭拜一个所谓的鲜花。啊，矿泉水一些物品哦，我想了解哈、哦，处长你们有没有去分析看看，百姓是不是有确实有这个需要性，有它的必要性，衡量看看，如果百姓没有它的需要性，还是它的必要性的话，我想我们这笔经费哈、哦，我们可以结余起来哦，因为百姓他不需要嘛，他拜他的祖先，你帮他准备鲜花，你帮他准备贡品。他的祖先他自己拜拜，他自己去准备他所需要的东西嘛。你县府帮他准备鲜花，意义大不大？我想这部分还是要去评估一下哈。那再来哈，我请我们啊文化局陈局长哈，在上一次会期的时候，本席有跟我们移民处、跟我们观光处有在讨论到，就是说。我们花莲是好山好水，很多观光客都来到我们花莲哦。当然，我们花莲很多大自然一个美丽的景观可以供他们欣赏。可是到夜间的部分，他们就没有地方可去看秀场。我们刚才一言有提到哦，我们原住民有很多传统的一个基于一个文化，还有他们舞蹈。所以当下我就跟我们民情处的处长哦。跟我们观光旅游处的处长有跟他探讨，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可以找一个很好一个场地，让我们的观光客晚上有一个地方可以去看我们传统的我们原住民的一个表演活动。我想这部分吼，还是请我们陈局长吼，我们横向联系一下吼，跟我们的原情处、我们观光旅游处找一个比较适当的一个地点。第一，可以让我们观光客晚上有一个秀场可以看。第二，也可以带动我们部落、我们原住民的一些传统一个活动，让他们有一点的一个收入，可以保障我们原住民的一个基本的一个生活，也让我们原住民的文化可以让我们观光客可以欣赏，也可以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个观光哈。以上这几点，还请我们两位啊局处长哈啊给本席一个资料，谢谢。游淑珍议员，谢谢主席。我们两位局处室以及各个议员、县级女士，还有我们的媒体先生，大家好。好。那对于我们民政处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了我们村里的精诚工作费哈，落点在我们每村是148,000元。在这个部分呢，本席就有一点要跟村里长来做请益的部分，在每个村。它有大村跟小村哦，所以你的小村的经费在这个落点上，但是在针对一个大村范畴比较大的范围里面，我觉得应该来作为一个适性的调整，
作为一个大村的村里的一个基础建设的工作基层的费用，应该来作为调整，所以呢，它应该作为一个参酌的内容。第二个，在我们几次的返乡专车里面，我们看到了乡亲的需求，而且我们这边也说明了，我们568位乘上四趟，等于我们每一个节庆可以运输了我们2272名的乡亲哦，作为返乡的这样的一个美意，在这里呢，在我们的获得了很多的赞同跟认同哦，在这边我们也要认同一下我们的萧副座哦，这个在有剩余的位置的时候，还会再来提醒乡亲，会来告诉我们民意代表说，我们还有剩余的座位，然后让需要的人再做更世界的需求。当然之后的不足，我们也要来作为一个进行的一个权衡的这个部分，针对的这个返乡专车，我们在本席的这个部分是觉得是非常认同，也非常棒的一个工作。再来，我们在宗教礼俗的部分，我们看到了宗教礼俗最近呢，我们的这个很多的乡亲很重视的这一个部分，我们县长也把我们的这个五教合一做得很好。那我觉得在我们的庙宇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协助，我们希望我们民政处可以把它当作成用协助的立场来协助我们庙宇进行各项的庙宇活动，而不是用监督的角色来看。在这边本席也发现了一个问题，必须要跟大家讨论，在庙宇里面我们就必须要焚烧我们的这个金纸哦，拜拜。那也有很多的乡亲被跟我们的环保局提供了我们的这个焚烧燃烧的一个问题。那这个权衡落点要在哪里？我在想这应该有两点。一点就是要跟我们的公庙作为一个很适性的沟通角色，在我们的环保金炉可以做适当的焚烧。那有一些属于民俗部分，它必须要是在金纸这个香炉、这个金香炉焚烧的以外的部分，我们怎么进行，可能也必须要作为一个沟通的一个部分。第二个就是要宣导，在我们在焚烧不宜造成我们空气污染的这样的部分，我想这个对我们的宣导，对我们乡亲的信仰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哦，除了这样的一个状况，我们希望能够做到了宣导跟协调的部分。再来，我们看看吉安的一些问题。纳古塔在去年整个吉安乡不足的状况之下，有很多的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祖先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骨灰没有办法进入到纳古塔里面。最后，我们的吉安乡公所在我们的慈云山登设了3000多个塔位，但是我们看看哦，我们吉安乡哦，我们的主任也在这边，每个月有50几位的这个亡者要进驻，然后呢，还有吉安乡以外的外乡镇的要进驻，我们的塔位可以容纳到多少年的年限？以这样的人数看起来，大概不会超过3年哦，所以我们在这个3年内是不是要适性的在规划处我们纳古塔塔位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为什么虽然有很多的私人的塔位要出现，但是因为碍于我们公部门有落实低收入户跟我们的这个弱势家庭需求的塔位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我们就必须要先提早规划塔位的放置，不要让我们的先人让他们一个住屋都没有这样子的一个窘境来出现哦。再来，还是要再请托我们民政处的部分，本席一直在强调我们芝山乡镇的村邻里，我们的邻长很重要，他们必须要协助我们在做更多的弱势家庭甚至于家暴的关心的一个发掘的重要的角色。
所以在这边本席也拜托我们民政处在这个部分还是要在我们的村邻里的一个这个会议里面再请我们的邻长妈妈婆婆伯伯叔叔们多一分的给保险啦齁，左右邻居如果有发现不正当的吵架的行为，或者有一些声响的时候，或者说平常有必须要急难救助的时候，能够启动我们的通报机制，让我们的社会福利，让我们需要关心的，让我们的家暴可以在抑制降低这样的一个数据跟比例的发生。在这边是本席对我们民政处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在文化局的部分，要呈现一个县市的质感，就是文化艺术一个工作的展现，能够让我们花莲最丰沛的最美丽的文化资产跟我们的艺术的分享，就要靠大家来一起集思广益，让我们发挥到我们最优质的我们花莲的艺文跟人文哦。所以这本席在这边有几点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我们在一个非常大笔的这个艺术的投资的状况之下，本席会提供我们有非常多的在地的艺术家跟我们在地的这个我们的艺文人文的一个展现的老师，或者是我们的工作者跟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我们的在地的艺人哈。那我们觉得本席觉得我们给他20000块的补助，他可以在我们十三乡镇的这个户政事务所，或者是公部门的走廊，或者是在我们这个坊间的一些这个公园啊，或者是在学校里面做一些艺文的展现，个人的一个专业的作品的分享，我觉得这个可以把我们的经费用最小的一丁点发展到最大的公益跟我们的艺文的传承。所以啊，我会建议我们的这个文化局把我们艺术家的活动跟个人的个展跟我们在每一个公部门推展的这样的艺文性的活动，在每一个社区或者是公部门的走廊再生根发芽，让我们每一个在地的艺术家可以把他们的作品跟大家分享以外，也可以来提升我们每一个地方的对艺术这样的一个关怀、分享、学习，有这么多的功能。所以本席一直在认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经费的编制是不足的，我们可以考虑哈，来作为一个更适性的一个配置。再来，我们既然要分享我们的艺文、我们的文化，不管是在我们的这个看到这么多的防漏工程、防水工程、修缮工程、推广活动，跟我们要展现艺术的气质。如果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工程没有做好，我今天要欣赏一个美丽的艺术品，进来之后，墙壁是斑驳的，屋顶是漏水的，怎么样来呈现我们艺文的特质跟文化的气质呢？所以这些种种林林种种，我们的演艺堂代表我们花莲一个表演艺术配置空间最棒的一个地方。你看看我们的地毯是不是有破损斑驳，看看我们的墙壁是不是有油漆剥落，看看我们的周边，看看我们的后台的配置，看看我们的音效，我们的所有的音响，这些都是要搭配我们艺文展演表演呈现的一些最重要的基础建设跟配备。如果他们是不完善的，如果他的音响是不 OK 的，如果他的喇叭是破一个的，我们怎么样呈现最好的给大家？所以本席在这边也请我们文化局把我们要基本基础呈现给艺术家，呈现给我们最佳表演团体
最棒演出的基本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工作，我们一定要兼顾好。所以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在监督机制的议会里面，我们会更琢磨来作为一个完善监督的部分。我们看到演艺厅里面这么多非常好的表演跟我们的艺文的一个展演，但是淑珍都会觉得我们的行销作业做得不够，我们对外的一个宣导可能不足，所以常常让我们的精彩表演偶尔会有空位，偶尔会有资讯没有办法传递的这个部分。我们虽然有定点的锁票，但是我相信现在媒体行销很重要。我们可以看到返乡专车在做宣导，要开始登记了，但是我们也希望看到文化局，我们星期六有什么样的展演，我们有什么样的表演，而不是说只有发光发亮的团体来我们才会旗帜坐满。我们要提升花莲的艺文的一个气质，文化的一个分享，就是要把资讯传递到让大部分的人都知道，让我们所有知道能够要去参加的这样的一个分享，而不是让主办单位自己在做努力。这个也是本席在这边希望我们文化局能够来配合执行的。接下来做得好的部分，当然本席也必须要认同哦。我们看到了我们市性的图书推展到我们的偏乡偏远地区，包含了我们的卓西、瑞美，还有呢我们的偏乡的这个图书。我相信阅读对我们的乡亲很重要。我也看到你们推展了我们的儿童部分、青少年部分，甚至银发族我们都在做。我觉得阅读跟我们图书的推展，不分年龄、不分族群、不分都市、不分偏乡，我们希望是提升我们花莲县整个的一个阅读的风气。所以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发展协会自己在推我们的行动阅读车，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珍惜的珍宝。我们希望让我们阅读的书籍能够再扩大整个花莲县的交流，我们把花莲的一些图书跟我们偏乡到乡下的这些图书馆的图书在做进行的这个交流里面，我相信这个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的阅读，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推展继续的延伸下去，甚至于也让我们的长辈银发族白头发还在看书，多么感动的一件事情哦！所以这个部分还是请我们来继续延伸。刚刚局长谈到儿童剧的部分，每个乡镇都不能漏。我们看到了今年执行的六乡镇，每个乡镇不能漏。我们要怎么推展？在未来的明年度怎么样来执行？请我们文化局给本席一个书面的报告，怎么样把儿童剧推展到我们十三乡镇？就像我们的阅读书籍的这样的一个风气一样，我们怎么推展下去？请提出书面。第二个，我们要怎么样对我们的艺文文化艺术传承向下扎根的工作，刚刚我们的局长也提到，所以我们如果要跟我们的国小、幼儿园，还有我们这个南区的乡镇里面，我们要怎么执行？也希望我们文化局对本席提出书面的一个执行的方针，在未来明年度怎么样来执行？我相信哦，这个两个处室对我们的十三乡镇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况的执行，对我们深入到十三乡镇里面都是最切实的两个处哈。在这边也希望我们一起为花莲的乡亲，不管是在惠民服务上，不管是在文化艺术传承上，我们希望都能够创造很不同的感觉，从我们的花莲开始生根发芽。谢谢大家，谢谢。还有没有议员要发言？
那要补充意见的吗？那会后请民政处文化局就各位议员的各位议员的意见啊做书面回答。大会报告下午议程分组审查或收集资料，明天上午9点进行县府行政暨研考处客家事务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请各位议员准时出席。散会。